精彩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。今天的来宾啊，但也很像度假了，对啊，哇，你看看，很舒服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水上乐园，我特别邀请了一组非常厉害的舞蹈团，是我们台大杯流行舞蹈的冠军，台大杯二十几年都没有间断过，哎，哦，什么事？这个我来帮瓜哥解释一下，你又知道台大杯的话是我们这个街舞里面最盛大的一个赛事。要街舞必须要去上过台大杯，然后如果你得过冠军的话，大家就会对你刮目相看，他们也会直接晋升为街舞老师。现在全台湾最厉害就是台大杯、跟捷运杯、还有星光杯，有三个杯。你讲的好像你有参加过台大杯啊？我没有参加，因为我不会。怎么会？台大杯的冠军对不对？娇娃，原名娇娃。原名娇娃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原名孩子，他们的舞风犀利，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。成军不到两年就拿下三座街舞冠军奖杯，到底有多厉害？哎呦呦呦呦！我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！水底跳吗？没有，他们比赛不会在水里，他们在陆地上。场地在水里，但是竞技水花更好，对，更好看，有点像郭富城的那种水舞。对，因为他们原本的这个编排都是以中文歌跟原住民的歌曲方式为主，而且他们全部都是各族的原住民，都是原住民的。跳 dance
候着重在下半身，所以踩水花会更大。几个动作非常整齐，这个根本比什么乐天啦啦队、统一啦啦队。是整齐划一，刚柔并济，哦，真善美。来，向后转，向后转，向后转，让我们看一下你的这个名字，严明娇啊，来向后转啊，哎，谁是团长？你团长啊？团长是哪位？团长，这位，你们几个成员？我们总共六个成员，啊，今天少一个，有一个还在工作当中，哦，但是五个已经很棒了，很精彩了。全部都原住民吗？对，哦，你们成立多久了？成立今年两年，两年了，刚满。哇，那应该会很多人找你们去表演的，因为很整齐啊，对，很好看哎，这也算是综艺大集合今年有史以来最精彩的开场了。哎，谢谢你们的表演。是，你大名叫八号，八哈，八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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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九号。他们几号啊？好，好的，八号，这个好。还有你们天天，天天。盛恩，盛恩，我叫球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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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球啦，球球，球球。我跟你二话不说，他们现在已经有3000块奖金，太精彩，太精彩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让他们跟女生比谁比较媚。哇，这很难嘞。那么派几个，可以吗？你们看，派出最媚的，谁来？最媚的。我们吧。奇怪，我们态度很凶。妖妖不是媚，妖妖是凶啊！妖妖是凶，没错。男士太 man 了。我们每个人秀10秒，我们来看。啊，是谁来评判？我们来大家评判。我们评判了，到底谁？我们拍出3位嘛，来。小瓜，小瓜，小瓜，小瓜就是比特行不行？比特，我告诉你，前面掉。UK 啊 ，UK 啊 ，UK 队长啊 ，UK 的，统一，统一，大家队长啊 ，OK， 哎呀。你是统一是啦啦队的队长，对，没错。现在是啦啦队的面子之争啊，是啊，对不对？老妹之争，老妹之争，兄妹之争。我们是3个一组团体赛，一对一哈，好，一个跳完就换我们跳，连续音乐的，最后我们总结，好，哪一组比较 man？ OK， man 不是 man 哦，不是 man 哦， man 哦，我们比 man 哦。你已经拍他了吗？还有谁？再来两个。好，我们两个。好，球球，你们三个，球球更好。谁打第一棒？谁打第一哦？他你打第一棒。好，你听我讲哦。好，每个人都是10秒钟，我哨一吹就表演10秒，我第二个哨音就离开了，然后你们10秒就接进去了。你们第一棒谁？好，第一棒，你第二棒嘛？你压轴对不对？好，3对3，观众朋友当评审。哇，音乐就一直放了。OK， 来，请站过去那边。好，来，我们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这是舞台了。谁比较媚？我们就给他奖金。他们呢，赢的就3000了。我们要凭良心讲，大家凭良心了啊！凭良心了。谁先来？哪边先来？来，他们先来。OK。来，六姐，先来。听上一道。有成这个样子。
这么凉的天气，看他脸变毛这么红了。而且他一摸要看没掉呢，你准备绕跑呢？这个代表天菜了，天菜，天菜的。科隆，科隆也是天菜，天菜。你脸很红哎，你要先走，吓到了。第一个我不知道我要干嘛，然后没关系，你就站这个配合就好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没有人知道会干嘛。我真的觉得很厉害，就是我会觉得很是一个新的体验，对对对对，支持，而且我会觉得很优秀，优秀，对，谢谢你们的合作啊。谢谢。那觉得哪一位？哇，这很难评哎，这个很难评啊。对啊，我们还是以客人为主，他们姚娇真的是姚娇太火辣了啦，控制不住。小瓜不用讲了，老师级的，对啊。但是我们还是给同学鼓励啊，能不能表演到这样啊？我们3000块就颁给你们了，所以你们现在有6000块了。6000块钱，那我们还是玩个游戏，你们现在有6000块了，待会一起颁了给你。进行，我是水晶侠，我是水晶侠。我们这个先示范，待会就他们有4个美女嘛，我们有4个美女，是我们一人组会派出4个男生。OK， 刘承先、郭忠佑、水晶侠、婆婆去到那边线绕一圈哦。绕一圈，绕那个绿了，左去右回，左去右回，然后拍机长阿翔就拉回来。OK， 那会4个男生来来回回压这条线，要压到线就算，压到线赢，因为我们不用计时了嘛。好，你两艘船总快慢嘛。好，好来预备，接力赛，来，中右，这里没有把手，你要用推的，用拉的，用拉的好了，用拉的啊，拉的。他是示范的啊，示范赛，示范赛，去右回阿翔那个哈，预备。我是水晶侠，这条线，那你们现在了解了对不对？了解。待会是两组一起比赛，所以你们找4个坐在团队呢，你们4个男生轮流，一棒、二棒、三棒、四棒，一棒去，二棒回，三棒去，四棒回。OK， 我不计时了，看谁先压到线，6000块啊！还有不明白的请举手，有没有不明白的？没有不明白的啊，各就各位。我们4个女生选好了嘛？你们4个，哇，你身材不错呢。开始下雨了，哇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婉婷。婉婷啊，对，婉婷。哦，好，你呢？我叫 K 金。K 金啊 ，K 金的，18的，21的。那你呢？18的。一针啊，一针哦，一针一血。叫雷拉哦，有像雷拉。小镇子，这位是如果今天来这边穿这样不是？哦，是新的瑜伽的瑜伽老师，瑜伽老师啊，这不算标准，职业服装。这里不是瑜伽教室，这是水池啊。水池啊，是可以的。啊，那你们的一上船吧，好来，都准备好了。水晶侠了，预备，请就位。你用推的，你用拉的吧。拉的哦。记住，左边去，右边回，预备。我是水星侠，你看他，你很像水星侠，我们真的是水星侠，我们是水星侠，我们是水星侠，好帅啊！我们怎么开游艇啊？太像雷神索尔，对，太像雷神索尔，水星侠大概就这样子，头发比较长啊，这个速度也太快了，其实差不多。接棒，接棒，接棒！接棒是我们的。
放 Justin 啊。有拼啊，有拼啊。只是马国币啊，而且他最后居然还敢趴在上面，增加我们的重量。不是，马国币还享受奇人之福啊，他一个人趴上去嘞，你还登上公主号。哇，这怎么又讲海狗来了？海狗来了，海狗一个，我没有想到在这边会高起来，有波动。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水行侠，水行侠太猛了，阿公妹太猛了吧？阿公妹，你每次来都会觉得我们的钱很难赚。对啊，上一次是赚很多。我会说要看对队友，对啊，自己来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？他参加对节目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啦？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马克币。你是水星侠，对，他是跑路侠，对啊，跑路侠好累哦，很累，真的很累。刚刚为什么想骑上公主号？你怎么攀上去？不是，因为我不没有办法走回来，没有直接搭便船回来。那个其实真的蛮累的，恭喜他们啊！我们要特别请到的是副总经理刘淑芬。水温、天气都非常舒适啊，哇，而且非常好玩。大哥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哈。好，欢迎来到云林古坑，云林古坑的剑湖山世界是，那也是全台唯一水陆一起玩的主题乐园。哎呦，暑假来了，自由落体的尖叫无底洞。哎呀，直接滑下来。以前最爱玩龙卷风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大碗公。哎呦。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这个我们的那个大船屋，还有我们的这个飘飘河。当然刚刚有提到嘛，我们是水陆一起玩，所以你还可以穿着 bikini 我们的泳装去搭乘我们的云霄飞车。云霄飞车，你那观众请来是什么标准嘛？标准啦！哇，那这个年轻啊，那个什么刚有标准？那个咔嚓就出来了。咔嚓的，不容易啊！好的。暑假一定要来剑湖山，对，我们玩设施，来做好我们的深呼吸。那我们当然今天有准备了，对，我来先处理一下哈。处理第一个，他们是舞蹈表演有3000块，表演奖金3000，他们是是这个 PK 啊，虎妹的舞蹈动作3000块，3000块，是刚刚比赛这个6000块呢？水行侠也是他们获胜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你们奖金难怪艺人今天变穷了。那谢谢你们，先休息一下。这个是门票，我们的门票，哇，是刚刚讲的，要送给我们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，上网注意到我们会送给叫做乐园商人套票，谢谢，剑湖山世界，谢谢你们，疫情就回去哈，谢谢，哎呦，刚刚那个副总真的很有用心啊，还有这么多奖金都花不完，不晓得你们想不想赚奖金啊？要了要了。跑啊，对不对？女生都没有下去跑，这个跑起来怎么了？先靠女生跑啊？女生拖男生吗？不是啊，女生呢就跑过去绕那个圆圈回来，最后骑二方那边夺标嘛。哦，夺你身上的旗？对，身上有旗？你身上有旗吗？我要拿那个旗啊！你是说女生
的一个跑步的一个比赛，对对对，然后夺标为获胜，对对对对对，跑水大战赢了一千，赢了就一千。你要对决那个妖怪，妖怪了。咸水到了，来来来，不加码吗？还是一千？一千，一千。失败那边，来，这是起跑线，起跑线超远。记住哦，我不要，我跟你讲，我夺标起跑线让你自己拿啊。先跑一圈再来。要绕过游泳圈哦，左去右回啊，左去右回啊。耶！你们俩，这个就是标准的游泳服啊，看到吗？好，大家有看到了，刚刚这样子摇标就一千块了。对啊，加油！要努力跑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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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起来喽！你看，奇怪，你是到一半的速度有没有？米特，小心，米特！小心，小心！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米特已经趴在水里摸上来了。你在给我装模作样子，他很认真，我以为是丧尸呢，我以为是丧尸呢，能力就到这里而已啊。你有故意这样跑吗？你很认真的，我很认真，我很认真，他比较像艺人。请问你是哪家公司的？他整个跑起来多好，优美优美。现在哪家经纪公司？啊，没有啦。还要念书吗？什么学校？戏曲学院啊，以后你表演的19，23，最感兴趣的是什么？游泳，专场跳舞，另外一组，这个组来来来，跑起来，因为一千块啊，一定要加油。想要跑进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水啊！我娘的，把他输给他，明明骑在这边要抓这边，还是说你的专长是跳舞？对啊，是跳舞。翻跟斗，翻跟斗，翻嘛，翻。知道就录这一段就好了，其他就不用录了。前面刚刚跳的那么精彩，翻跟的赶快翻就好了。来颁奖啊！来，第一组获胜。第一组是姚彪，恭喜！第二组获胜，才女。第三组获胜，第三组谁啊？第三组是米娅。米娅，是应该跑错目标的。哎呀，这个继续送幸福。暑假快来玩翻乐园！除了假日，现在交通部观光局有推出悠游国旅方案，平日来也有优惠活动哦。同学可以交朋友，妈妈可以带孩子一起疯暑假。接着一起来玩冒险渡河，挑战者合力跳上平台，要将平台上水桶的水摇出来，水量越少者获胜。女生
信心啊。OK OK， 你看雷雨特报。对啊，雷雨特报，还手机收到简讯呢。但是我们录影不能因为雷雨中断啊。手面要越来越疯狂了。OK， 接下来玩什么呢？冒险渡河。摇摆了，要摇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今晚的开场秀，克隆。比较多时间，不要倒下去。柯龙不简单的，柯龙啊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怎么瓜哥叫我上去干嘛？对呀，就摇那个水。对，待会不是一个人哦，他只是我们的开场秀哦。谢谢柯龙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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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他太大只了，他上去，我觉得上面那个盘有点太小了，整个钢筋呢都弯掉了。是，好，今天呢是男女搭配，男女搭配哦。哇，这刺激哦！水量30秒，摇到最少的水量5000块奖，玩很大，玩很大，会增加一个最佳效果奖。哎呦 ，OK， 那给3000了，尽量啊，又好又好笑，摇的又多这样。对，第一名当然就看水量，第二名就看感觉，大家笑到不行了，要很卖力的。如果又好笑又冠军，就是8000块。参赛的，我想怎么来比赛？因为我们来宾要来有点福利了。观众要玩啊！是是是，你想参加吗？对，你大名叫黑金啊，黑金要挑一个男生呐。好，你要挑哪一位啊？秋秋好了。哎，秋秋。你有听清楚我讲话？我说挑一个男生哦。球球根本没准备，连包包都背好了。对啊，你这样要拖回家了。OK 嘛，你要上去摇 OK 啊。好了，那你们就一组。球球你们了，红色的一组。那你们先站旁边，我分组了哈。再来一个。第二组呢？哎，摇摇。主场。主场啊！上一次他玩这个，让我们整个。对啊，玩的点阅率破了好几十万啊。对，那个是2个女生啊，今天是一男一女啊。一男一女哇。那我也挑一个男的哈。你要挑哪位？我。哎，有那么热烈？那你休息一下。没有人跟他演。他。哎呦。要很像吗？哦，今天的男生都是选这样子的男生啊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我跟你讲，他很疯狂的。他很疯狂，哎，他应该也不会说我对的。跟我两个都有翻眼。这组三个翻白眼。我翻白眼，我也翻。这组不敢说拿不拿第一名，但最佳效果奖应该会有机会上天的。好，这是第二组了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二组，北齐的舞蹈基础。对对对，而且。我们蛮喜欢看他跳舞的，真的哦，所以你要选，很认真。你选谁？你要选谁？我要选。哦，不要我。没有人要选你。什么态度？没有人。我要选 Justin。好，我选 Justin。这个就选对了。每次都参加这种节目，他可害羞。他真的很害羞。对。他的脸没有什么，就长得叫正派。对对。所以等一下可能要靠你秀了啦。对对对。好不好？不要客气哦，好，你不要只站岗哦，哈。站岗啊。快的。啊好，来沙洲啊。沙洲嘛。沙洲我无搞啊。无搞啊，四洲哟。哎呦，这里哪一张？哎呦，这个点阅率最高的。我排名啊，排名啊。啊。我已经有人选。真的吗？心中有暗恋的。真的。哪一个？哎呦。小鲜肉小姐妹了啊！前面开场我就看她跳得很好，对，而且长相又斯文，是跳起来又疯狂，嗯，这样就四组了，对吧？哎，对，四组啊，四组了，其他人应该没有报名了吧？还有没有跟我的？还有他跟你，我没有跟他，连你也不要。
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小鲜肉组，对，那我们想说啊，小鲜肉帅哥美女，那我找一个小仙女好了。小仙女，因为她是我们厉害的 voguing 这个答案，我比你还会，不会啊？你不要折断了，你会一个币，你会折，这样你会，会啊，脚要折下去的，折断，我折断，不要嘛，真的不要，那我回去练练再来。男女混打了，所以5000块嘛，5000嘛，如果最佳效果的，再多3000，好，如果还有增加什么的，看情形。好，艺人与人民交往5道团的男女混搭，绝对有让你们意想不到的疯狂。第一组登场了，一位30秒。
道嘛。对啊，不过你后来在他身上是对的啦。对，你应该要怕，让他弄就好了。太滑了，把吃饭吞下去。这就知道，将来他配五羊就好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他一直编嘛，五羊就赢。真的哎，而且他还蛮猛的，还把那个给敲了。玩得太嗨了，太开心。水量到底剩多少呢？好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个。我们比较多了。哇，1.618。第四组，丁少英，期待这一组了，预备。摔跤秀吧，我就好像被摔来摔去的。我听到这个，我在地板上把屁股啪啪啪。让你们在上面摇30秒，你在地板玩20秒。不是，他不让我上去啊。他们不是跳舞，他就他的里面是什么？水要弹开。对对对，他也很努力啊，完全没有跪动，什么怜香惜玉，没有没有。哇，好精彩！进来还摔了一跤，哎，有机会哦。8000块的，又冠军又更多，啊，赢了1.174，1.174，因为他努力在玩嘛，对对对，你看他摔下马上上去，摔下马上上去，很认真的去玩水。这个如果是我马高威啊，摔两次大概就躺了不能动，没了，那个医护人员就进来了。选我这个很危险的，好危险哦，这样很危险，这样传这样。哎，最后一组西小瓜很猛，要注意哦。可是要破1.17哦，很难哦，要破1.17哎。啊，你们要加油啊！好，就位，最后一组了，有没有机会拿到奖金？看这一组了，可以有机会，预备。水一弹，他就，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他已经爬不上。哎，而且他西小怪很努力想爬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同伴很努力要拖你的裤子，拖你。对啊，他现在有一个状态是，我刚刚卡在这边，上不去的，我出不来呢。这一组的效果。
现在领先的是1.174。1.174 ，Ladies and Gentlemen。节目啊，我们一说掌声，他也掌声了。雷公看到有反应了，对对，我们努力做节目啊。那我们效果奖颁给谁？这样啊，效果奖你给我4000块好了，因为我给3000一组不了，2000呢。哦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刚刚呛到水的药嘛。西小瓜，对，小仙女，还好这个不是抚恤金啊。太死掉了，淹水。1000把它，来，因为大家说实在都那么卖力啊，大家看得开心嘛。来，你们1000，这个要标这一组，这1000给你是压压惊啊，你连床都没上去，上不去就完了。也非常认真了，来鼓励鼓励。我看到艺人这么认真，上台开心。来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来继续送幸福。接下来玩超级蹬力式，挑战者必须抓住横杠或双环，蹬到指定处，并抓下前方彩球，秒数最短者获胜。超级蹬力式，好久没玩了。今天分哪一女生呢？今天玩法很特殊啊，怎么玩？前面环嘛，后面杠嘛，两人一组嘛，女生出发到的地点，男生就出发了。哦，女生踩完换男生出发踩就对了。我这样讲了比较浪费时间，是吗？那我请这个郭宗佑扮演男生，我男生，他本来就是男生啊，不用扮演。马国碧扮演女生，就扮演。好，他本来就是你，我本来示范一下，来示范一下，是吧？好，男女的合力哈，10秒，一个是女生在前，一个是男生在后，女生必须抓完之后，男生出发了哈。好，现在 B 哥扮演女生的角色，加油 ，B 哥，咖啡色。那个红点呢，不一定要过去，你有办法在红点外去抓那个穗也 OK， 也可以。但是如果没抓到就淘汰了。了解，因为超级当力是合作版。来，好，比赛开始，示范开始，毕哥，现在当的是女生的环，女生先，哎呀，糟糕，变慢了，原地甩，什么示范？这什么示范？你会不会到不了啊？在干嘛呢 ？OK， 可以了，终于到了，出来。稍微放慢一点点哦，不然我都没有放慢了，还要圈。所以我比较想看你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，女生玩的再回过来变男的，他可以哦，他可以哦，我吗？对啊，哎，他可以，而且他这种速度可能还是来不及放哦，对，三块超快了，他还要跑步回来，还要跑回来，你要不试试看？你刚刚几秒？这样刚刚几秒？22，我8秒嘛，然后他当然多少？8秒，14秒，17中右17。个人提供3000块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郭宗佑一个人扮女生又扮男生，所有秒数算在里面，13秒。等一下，他用女生的可能3秒就抓到，跑回来可能花到2秒，就5秒了。再那5秒再跑一个5秒，你会？他会拿到？可能跑回来2秒？好了，真的，二话不说，10秒，3000块来请就。10秒不可以，多两秒，拜托，10秒，多两秒，12秒了，12秒，你要听讲话了，不是啊，你不能太跟着一起骗啊，不是，没有，不是骗，因为10秒真的有点，你有听他讲，女生她3秒，掉下来跑2秒，没有，再一个4秒，9秒就结束，女生要4秒。你是要4秒，对，然后男生差不多6秒，这样就10秒，对，10秒。然后我跑，跑要3秒啊，因为我跑要爬上去啊。跑加十二秒，女生荡过去荡回来。12秒吗？十二秒。谁荡回来？你荡回来了，然后跑的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乱啊！三千块给我哈！哎呦，哎呦，多少多少？十一秒，不要再讲。十一秒，十一秒，太低了。这三千块可是提供出来的啊！一开始就这么精彩了，嗯，来，十一秒，不要再啰嗦了。好好，接受挑战。对对，而且待会不能他计秒，是我来计秒。好，这样公平，这样公平，来，请就位。来来来来来。十一秒真的很紧迫，我跟你讲，之前在拍八点档，手头宽的时候，我拿红包，他理都不理我。有时候我知道，他说啊，我这里受伤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最近他手头又开始紧了，应该是没事，现在都没受伤了。来啊，不要开玩笑哦。来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我觉得啊，你要压轴，我压轴，对对对对对，太好了，我又变压轴。我要变压轴，我们还是让观众先想好，让你宽松一点。好，三千块呢，就先放公证人这里。好，哇，哎，那这等一下，比赛一到段，他会一直在那边想。我模拟，我模拟，想很多。你想想看，你想去参考别人的速度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不重要，这个单元最后压轴挑战三千块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现在是男女组合的，哎，我们参赛者，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自己选好搭档了，是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名是，我是露露，露露你，我叫奇变，奇变，你们是两个是同个健身房吗？不是，我是学生而已，大学生。那你怎么认识他？在这里，刚刚才认识。刚刚认识。这是那个瑜伽老师是吗？这瑜伽老师，开场的时候，他的能力可以啊。那你怎么相信这位同学？他说他可以，不相信他。 每个都把说可以，到最后都被你圆闲了。对啊，那你平常有做什么体能训练有没有？偶尔做浮力挺身，偶尔做浮力挺身，应该还可以啊。OK， 年龄就是本钱嘛，年纪轻。来，大名。我是中国一药大学，中国一药大学，但是我今天是代表那个校台中小龙健身过来的，小龙健身，对对对对，小龙健身，我为什么代表医药科学？我毕业，哦，医药科学将来是要开药房吗？没有，我们要走本科，本科本来要做什么？本来是这样工位的，华南那种的，对对对，这女朋友对不对？没有，这我妹妹，好妹妹，我因为还有你关系，因为她一直躲在后面害羞嘛，如果形同陌路的就长这样，怎么认识？这个会躲他，所以认识，那第一次上来，妹妹啊，妹妹好，药剂师，我们叫月姐，月姐，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成功大学，药剂师，台南啊，对，
那你最重的压轴好了。哎，对啊，你最后一组好了。万一你第一组玩机器坏掉，我们就不能玩了。你最后一组，你坏掉，空中也不能玩。那你等我玩完，你再玩。那你们一组呢？你们一组。那就五组了嘛。哎，第一名5000块钱哦。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按照刚刚访问嘛，1、2、3、4、5嘛。对对对，科隆压轴。来，好。
三组观众加两组艺人，这场挑战合作赛究竟谁能夺得冠军彩球呢？超级档力士男女版，预备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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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！对啊，这一个是。Oh my god！ 我刚刚还问说他可以吗？他说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结果老师我可以，但是看游戏本来就看很简单，其实不容易。对，啊，不要自责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是因缘天注定，形同陌路啊，形同陌路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好意思，第一组刚刚讲了掉下来就没成绩了嘛。对，第二组请就位。你们第二组啊，第二组女生都会过啊，男生呢？加油，这个有在练哦。看第二个男生比刚刚还瘦，糟糕。哎，瑜伽老师，不错不错，我抓到抓到，快快快，走了走了，男生甩，男生甩，不是因为哦，我想你就是想要偷大步一点，可是你越远之后呢？下来的时候力量越大，所以就会摔。哎，我觉得比赛女生就好吧。我们再看一组，如果再掉，我们就比赛女生就好。对，这两个都很厉害，女生很精彩啊。对，女生很快，真的很快。最后一组机会啊！好，我们再看一组，如果不行，就改女生组好了。就看你了，就看你了。请就位，女生也蛮快，你不要压力了哈，因为加油。好，妹妹来了。为什么女生会比较强啊？其实因为杆子比较不好吃力，对，环是比较好简单，环比较多，怎么这么紧才握得住？对啊，这个一般。等一下哦，三个都没成绩，两个比个屁啊！我们一人自己比干嘛呢？不行，那就不要。我们这样好了，但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比女生的，比女生好了，倒过来比。好，等一下就我们女生先来啊，让你们三个女生休息一下。来，斐琪，我们这样，来，你过来。因为前面四个三棒男生呢，到门口就丢了。什么叫用到门口就丢了？出门就丢，一出门就丢了。我一出门就摔了。到门口就丢了。对，有的到门口还不进来的。撑不了到最后的。对，过家门不入。哇，大禹治水。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对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有的一出门就掉了，不是吗？对对对对。太早了。所以因为下雨刚刚打的，各位也听到了啊。所以，这么敢女生那么强。好，女生的好看。来，女生请出题，来。那女生呢？这样你还有体力吗？可以。你还有体力吗？你脸色很白哦。不要，妹妹要最后一棒啊，因为她才刚比完，妹妹最后一棒。最后一棒了，按照顺序是你 Yuki 北极一 ，Yuki 二。然后瑜伽老师三，你四五，你们五个人跑第一名的，因为你们都拿得到嘛，3000块 ，OK， 3000块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，请就位。好，来，加油。真看不出来，这三位女观众都是狠角色啊！马上就要与女艺人好好较量一番。我们这段真的很辛苦，各位要体谅啊。对。外面从下雨录到没有下雨，然后又开始毛毛雨这样。来一杯。好，女子组的，加如果他又掉下来，我们就取消这段了。好，这段就不要录了。因为北极当家，压力好大。好，女子组的，北极。他来了。
久了，慢慢都进步了。对啊，记得刚来的时候，觉得这个女生为什么敢来上我们节目？白白嫩嫩弱弱的，跑步跑的也不来发现了。为什么？就是长得漂亮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不是，不是长得漂亮而已，她还是微微有一些实力啦。啊，不是，我说第一次来。哦，第一次哦，第一次。你还讲微微有实力？有了，还是商人。因为你的过关，让我们这个游戏可以延续。对，对不对？不然差一点要取消。你知道为什么访问那么长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时间不够。那所以前面刚刚那一组男生掉下来那一段会留着吗？会留，会留。要不然没有前因后果，观众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也是也是，你就知道这个游戏不是没有失败的，真的。因为我们给大家播的都太强的，我来播一些弱的。是啊，他们刚刚听到说会播出，好惨的，他们以为剪掉就好了，就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只要两年不出门就解决。两年太久了，七秒七秒，七秒整，七秒整。女生七秒，你大概三秒就解决了吧？不可能，三秒太夸张了，至少要四秒，至少要四秒。对，他一整天都在算。对啊，大三下就。他都七秒，你看他是不是四秒？再跑两秒，再过去三秒，九秒。哎，很赶，很赶，不要难，可能三秒，很赶，不要难。待会再说。第二请就。好了，Yuki，Yuki，好嘞，Yuki，Yuki，加油！加油！台南统一师。对，我人我搞不好不输他哎。哦，蛮强的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几秒？四秒五九。哇，四秒五九。好强。哇，四秒五九。你赢的5000。真的吗？会哦，真的吗？懒人蛮强，真的，真的有会的。不是，这个竞赛好看啊，但你可以不要喊那么高。对啊，真的可以的，真的可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一个，先把这个事情一段段续一段，很多嘛，不要再断了，不要这样乱嘛，对吧？是你开头的，你说过他5000，是我讲，是你开头的，我们也觉得很刺激啊。统一对乐天的队长，对对对。下稿嘞，下稿嘞！等一下，那我赢有5000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就赢这个冠军状3000了。哦，对，你是来踢馆还赢5000？你把乐天打败了。对呀。第三位就好来来来，罗露，这个刚刚也很强。对对对，老师也是很厉害。罗露，预备，老师加油！加油！好，你赢了4秒5九。绝对凡非凡人呐，像雷神一样，他一出发就打雷啊，有如神助，那个雷不是一下，他是啦，还在打，现在还有原因，好像在帮你欢呼一样，对，他的出发跟雷神一样，他3秒多呢。他应该低过4秒59，没有到差不多4秒31，应该4秒多，接近4秒71啊。有卡了一下，输一点点了，微卡了一下。那个统一队长说，5:9啊，5:9领先了，4秒5九。我觉得像是闪电般这么快，你看看，他可能被闪电击垮起来哦。但他跑第二趟很厉害，第二趟厉害，真的。好，最后一棒啊，你们还有两位，还有两位，还有一位李健老师，来来，请教位，跟妹妹。所以中间跑步能一点失误停顿都不行啊，你看你看，同伴跑那么快，都还输啊，加油加油。因为他不够流畅，多撸了一下，他不是他的过程当中是滑的比较多，速度算快，但不够流畅。嗯，那中间磨就磨掉了，但还是很快。他刚第一趟比较快，对，我觉得他5秒04啊，5秒03，哇！
好神哦，神啊，厉害！那你应该可以估他几秒，应该估得出来，估得到。哇，他骗我这么多年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啦。最后一位，妹妹，脸色苍白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来了，加油，妹妹加油。妹妹是不会赢，但是要有运动加精神，好，这样子，说不定神来一笔啊。他赢，他赢，我们给他一万啦。你说什么？一万？你瓜哥说你赢过四秒五九就一万块。谢谢瓜哥。不用谢你到底，因为我们这个对这个呢，如果看走眼了，我就也不用再做这个节目，也不要做了，真的不用做了，还做什么？好不好？那就换我们做了。对啊，哎，好快，来的这么快啊！好，妹妹来加油，妹妹快点，一万块，好，妹妹一万块，再拼一下，再拼一下，好，再拼一下，再拼一下，好，还是很努力。怎么会有人跑过我们镜头呢？刚刚是谁？他去哪里了？我们录影怎么有人会这样跑过去？怎么回事？你跑那么快是干嘛？回去报喜吗？他是妈妈，我一过关了。阿光讲，刚刚我们的记忆力让他速度变快，感觉比你第一次快。对，虽然我们讲话够贱，但是也贱得让人家哎，可以有。这是另外一种鼓励方式。对对，你很棒啊！现在我这样算，你应该是六秒七一吧？六秒七一。七秒二八，七秒二八，也厉害了，接近了。你刚刚那个就不止了哈，辛苦你了啦。对对对，我看到你的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所以我们的来 Yuki 呢 ，Yuki 是统一的战将，哎，对，统一的啦啦队队长，四秒多少？是五九，五九，四秒五九。待会我们会颁三千块给他嘛？对，嗯，接下来就是你的事了。啊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。我们不要说大话，他三千本来就有，是，你超过他，你就有三千。好。啊，你输他一毛也，他也不会增加什么，他反正坐在那边，只是说，只是输了面子而已嘛。输了面子，自尊问题，说不定还输了位置。对呀。不会啊，输赢乃兵家常事，一年比赛有几百场。也是啦。对呀，对对的，三千不要紧，压力大，紧张。今天没有热天，而且家人今天经过医师有调教，对对对对，开了，有开有没有比较好？来，那我可以拆麦吗？开始紧张，要拆麦干嘛？拆麦要干嘛？好，会掉。好，退出了，要别到他身上。你说你人会掉还是麦会掉？不是，我在荡的时候，我的麦要掉下来。拿起来，那你先拿起来。拿起来，那就给他别上去了。啊，你先拿。先拿着，先拿着嘛。没有，我先帮你拿。加油，丹丹，哎。尽兴，尽兴就好啊！啊，你现在很紧张哦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那还穿着拖鞋，你看。对啊。哦，开始了，来来对对干。受伤了？你真的没有？我跟你讲，老实说，你瞪得蛮乱的。对啊，蛮乱。你很急耶，很急耶，慌了，他慌了。可是我很庆幸是他身体恢复了，真的。他经过今天医师找他妈调教，他整个不一样，大爆发了。对，你看整个摔下根本就不叫摔啊，那就喷出去啊。你那个是喷出去了，你摔了，而且他最后是算赌注型的，对啊。你如果没抓到就没了。因为我觉得我再荡一下可能就会输了。对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很乐见的。台湾这么多那个体坛啦啦队，每个队长都那么厉害，对对对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刚刚他刚统一师啦啦队是四秒五九，乐天啦啦队是，首先我看看四秒五九，四秒七八，啊输哦，四秒九五，哇，输掉了，九五，你是，我先别，不是。你输在哪？你输在你乱，对，乱，他很乱。这个中间就耗掉你零点一秒都要了，太紧张了，又瘪了一下。但我们来看旗鼓相当的，对，已经非常精彩了。队长就是队长，很好看，很好看，你看。对，我尽力了，林队。厉害，棒很棒。我们要颁奖给他嘛？对，但郭宗耀，最后的时间就留给你了。好，还是要。再把规则讲一次。郭宗耀挑战的是女一之组的环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是一定输的。你看那女生，她四秒，她怎么了？她三秒，下了两秒，然后换杠，要换杠哦。不是，这不可能两秒啊。好了，跑了。
你的过程当中比赛都有，如果他换那个碎纸换来不及，那不关我的事哦。哎，那骂骂什么？骂什么？你要换的好。那工作人员碎纸如果换来不及的话，那是领导的代志啊。他如果来不及的话，碰到那根黄色的也算吧。可以算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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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碰到就算。驱逐出场，驱逐出场哎！我这秒啊，看到哦，按下去，你先看啊，我一按就会这样哦。有在跑，他停的时候，哦，同时的同时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加油！我才紧张，我又要按又要吹。好，再给我一次。因为你刚刚停太久了，跟平常的 tempo 不太一样。来，先扣一千呢。扣一千哦。哇，我哪有？我是固定的，预备啊，来，预备。好，哎，加油！开始。所以真的不能有压力，有压力真的有压力，有两没有这样拼老命的，他快哭了。你刚刚那个环哦，我稍微瞄了一下，你抓到那个环的时候是三秒多哎，真的吗？对，快，差不多。对，现在当然了，现在就19秒，没有拿这个掉了，掉下来这样，再给你机会2000块。好，真的，三千块还有力吗？对，三千扣一千很合理啊，合理，可以吗？对不对？而且增加到12秒。哦，因为有跑过，人好好哦，谢谢，哇，我看他为了这样拼命，我也不忍，秒数增加一秒，价钱降1000，好，合理，瓜哥，好，中佑，12秒，真的可以哦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还是我帮你，帮什么？你帮什么？帮他加油，驱逐出场，加油，中佑加油，驱逐出场两次嘞，你们第二次的挑战。瓜哥拉到了12秒，他妈也给他2000块的机会，没有了吧？那就没有了吧？哇！有机会，拿完了，碗拿到歪了，14秒啊！哇，14秒。他能力是够的，对，谢谢。但是他有压力，对，很抱歉。没关系，那个钱可以还我吗？对，他很记得哎，钱赶快还瓜哥啊！不在我这，哎，只在哪里？人是你哎，几千钱我钱啊！对，我交，我说要赔。你是公正人，我是公正，相信你才这样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对。来，收集啊，收得很快，搬起，拿得出来快，收得快。那我们要搬这个啊，冠军啊！那我们请到我们的这个啊园区的副总经理，刘淑珍刘副总，还有我们企划部的经理张华文，酷，上海的好朋友酷酷。是，那谁来讲话呢？来，那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剑湖山暑假的一个活动，有请我们的经理来介绍一下。好，暑假一定要到剑湖山世界玩水、玩冰，还有玩泡泡。泡泡很厉害哦。那我们的假日还有限定，有泡泡达人，大家一定要来玩泡泡、玩水，还有疯恐龙。怎么疯恐龙？来到剑湖山世界，一定要去我们的恐龙谷，好好的找一下恐龙，被恐龙吓一下。世界游的是游乐设施好之外，你还平常办活动，每个季节都要办。对，他们那个跨年夜有烟火。哇，今天来看我们的跨年烟火了。OK， 没有问题。OK， 这个是要送给乡亲的。这个哈，说到这个一定要介绍一下，来到古坑一定要喝一杯我们的咖啡，古坑的道地咖啡。对，那因为我们台湾古坑的原乡就在古坑，对，那所以今天特别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在地的小农契作，那来推广我们的古坑咖啡。那我们这个
虎库咖啡的品牌呢，也得了我们云岭良品的伴手礼的首奖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准备给大家喝，但是我们送给大家带回去自己来泡，自己来品尝，自己来喝。谢谢，来3000块就三千块，你翻3000块，三千块给我们的礼品。这个是瀑布啊，对，瀑布啊。没关系，要看他跳舞的人，观众朋友要来到现场看他跳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这样最棒了。好，我们就继续送奖。那个中佑这样都没有拿到奖金了，很可怜的。不过没有关系啊，这个明世有准备小礼物要送给他。哦，怎么这么好啊？你看台湾的高粱，哇，这很好喝哎。把自己灌醉啊！把自己灌醉，谢谢。好喝的，好好哦。一瓶够灌醉吗？够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还有。那个我们送给观众朋友啦，瑜伽老师、陆娟老师、露露、美娟老师、段老师，啊，两位瑜伽老师了哦。你们俩一瓶，你们两个一瓶嘛哈。那个兄妹的兄妹，那你拿兄妹哦，拿回去孝敬爸爸啦，好不好？送你们小礼物啦，谢谢高粱，台湾的高粱啊，台湾的，来，继续送幸福。主题乐园除了可以玩水，当然路上也有让人惊声尖叫的游乐设施。接下来要进行婆婆妈妈灵活度大挑战，活动已经选出全台4位婆婆妈妈冠军代表，游戏赢在起跑点，3位妈妈一炮3响，1位妈妈，云林乡亲妈妈们赶快拿出灵活度哦！进行我们的一炮3响，好，这个单元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体力灵活度大挑战啊！好，感谢体力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哈。那我们全台走透透呢，就是要找出全台的灵活度之王哦。那每一次都会选出一个冠军，之前已经选出4位了。是的。哦，那我们在今年的年底呢，我们会把这些冠军呢集结起来，产生一位总冠军。总冠军，那就可以获得一年份的保健食品。赞赞。我们走遍了那么多地方，今天呢来到云林啊，也跟这乡亲互动。云林的妈妈们，来进行8强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欢迎。你好。大名叫韩秀梅。韩秀梅。哎，对对。套炸的来啊，辛苦啊，被电都来啊，大家打。你管。三下无洗，三下无住，阿公阿婆住啊。真假？因为多久落雨天啊？我们中间有耽误了一点点，对啊，不好意思。你看，我套炸。我刚暗时，你有在问嘛？辛苦啊！加袂好呢，大哥，这个点到老板套餐来了嘞。来，妈妈咪啊，请喝。哎，我是2号陈美淑。陈美淑。美淑啊。美淑。美淑啊。姓陈，名美秀。美秀。哎，对，我今年我是个小姑的技工。小姑技工。无业游民。无业的游业不游民。服务业呗。服务业。啊，剩下台中很近，哇，这里产很多咖啡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还来我们云林玩，好啊，来温州哦，峡谷呀，真的很棒，很棒。啊，恁家己嘛有种咖啡吗？有呢，安尼哦，有地哦，还有地哦。这个就是1号、2号了吧？是啊。比赛一开始的第一轮先谁只有脚了啊，不能手，不能用手啊。好，1、2号请就。气球来。一炮3响，准备了，体力灵活度大挑战，谁最灵活？你说谁最灵活？他说我。谢谢，那一号先获胜了哈，谢谢。3号、4号请出列。哇，那你长那么高，已经运动员吗？不是，我这没怎么打的呀。我会震动哎。我们是开那个私房菜料理。私房菜料理啊，在哪里？山脚下吗？在那个上湖社区。哦，对，是。大名还没讲完，大名。啊，谢爱玲。谢爱玲，爱玲哈，爱你哦。我叫秋香。秋香啊，秋香啊，你看秋香，秋香在这店里啊。我在那个金河，金河，金河峡谷，峡谷啊，对对对，那个社区，那社区什么单位？
敬敌，敬敌，敬敌，行李没败吧？没败，没败哦，没败。尤其这两年大家都在岛内旅游嘛，对对对，没败啊，啊，再来敬我这头啦，假期太好了哈，这边被输假嘛，对对，大家要不要出来佚佗啊？你这准备好哦，就大家新生意兴隆嘛，哎，来，请就来，准备哦，三号四号。三号、四号，一炮三响，挺立灵活度大挑战，谁最灵活？他是你可以不要吓一跳的，啊！哇，这跳比不要跳的灵活度还个提升哦，这个很有冠军相哦，厉害，人高马大，对啊，有力有力，一个雄壮威武。来，谢谢。三号记者啊，五号、六号，来，妈妈好。喂，叫什么名啊？请喝。叫徐贵啊。徐贵啊。徐贵兰。徐贵兰啊，阿兰啊啦。哦，贵兰啦。贵兰啦，哈，这嫁了当地人吗？嗯，张武设计。哦，李市长。今天李市长有来。李市长有来。有来有来。我们看，嫁张武啊，对对对，没有没有。樟树的樟啦，湖的湖啦，哈，樟湖里嘛，哈，樟湖社区发展协会，嗯，阮社区伫遮吼，只要十五六分就到，我伫建木出来后壁，啊，我娘出产茶啦、槟榔啦，吼，啊，土地油啦，啥物拢有，农产品拢有，啊，即摆。我做一款游览车生意吼，因为阮遐要伫剑湖山要草岭要到，我经过泉州啊，经过就来吃吃一碗饮一碟，对对对，好，是是。你今晚你今天有加码无？啊，我啦，伊咧排队闯啊嘛，伊排队闯啊。我加码不要紧，我等你哦，加来加分。好，没有没有。我讲清楚好不好？你多谢你，你对和我叫过来帮助你嘛。好，好，好，麻烦往后面，谢谢。谢谢了，谢谢了，市长。他们就是这么热情，真的。他们知道我们工作人员大家辛苦，待会吃晚饭了。好好，很感动了。来，恭喜李市长夫人获胜。买了一个，怕心事重重。他说不定他是李长夫人，你没敢蒙姐哦。对啊。我了解你们，对。你长官苗是？哎，陈淑丽。陈淑丽。村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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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像吗？真的是村长夫人啊。张湖村前两届的，哎，村长，我现在是退休老师，退休老师哦，哇，这本来要判李市长夫人赢的，又村长，那就比好了，那要比了，要比了，要比了，来，留五号，留号，一炮声响，挺立灵活度大挑战，谁最灵活？七号八号，来，欢迎。大名是淑珍，淑珍兄弟呢？嗯，淑珍做什么工作吗？自由业。自由业，也是樟湖里。嗯，朋友都朋友，都是朋友的地方。对，我叫做阿丢。阿丢哦，丢阿丢阿丑啊。哎，对，阿丑。我还以为蔡连丑。哦，蔡丑啊。蔡丑嘞。蔡丑。丢记啊，兄弟啊，丢记啊，你看这苗红啊。不是菜头，是菜丑。菜丑，精彩吗？啊，我敬点，敬点啊！来，我们接你了。来，加油了哈！剩下最后一个名额哦。这是七号八号了，一炮三响，挺立灵活度大挑战，谁最灵活？经过判断，阿丢牙了哈！谢谢。阿丢，好，来，他就跨，他就跨。
对，两个这个就很精彩了。对对对，现在1358进入第二集。哎，我们刚刚没讲第一名多少钱呢？好，现在来讲，第一名4000块，第二名2000，由挺立来赞助。对，所以进入这两个都有钱了，现在赢都会有钱，赢了就有机会拿钱。1358对决会产生两位，对，最后赢的4000，第二名是2000。好，而且现在第二轮呢会多一颗球了，一个是在边边，一个在这边。好，来手跟脚，来1号、3号，哇，哇，1号、3号，你这边都蛮高的，这些姐姐都好高哦。对啊，不错了，你小孩子应该有180。我没有结婚。你小孩呢？180。对吗？对。妈妈都这么高了，对，就跟我一样高，170几了。啊？你有170几？170。166。跟你一样高，166。已经讲错了，应该176吧？啊，176了。一定要讲那个吗？那个请就位了。来，冠军赛了，进入去冠亚军了哈。现在直接吹哨子就来了，预备，一报三响。你怎么速度那么快？我不知道哎。好快哦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好厉害哦！秀梅姐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等于是1号晋级，对不对？1号晋级，那有2000块奖金了。5号、8号的，来5号、8号，来。我背后的，好来来来，李市长夫人，丢弃啊，好，这丢弃啊，这个市长进入第二轮了啊，对对，来清黄签，好。预备，这是最后组了啊，赢了就奖金哦。还没进冠军前，先让这些姐姐休息一下。最近电影很红的，除了 Tom Cruise 之外啦，还有那个《侏罗纪世界》。恐龙，恐龙，对，我今天也训练两只恐龙到现场。训练，真的？今天怎么带来的？哦，来了。小蓝，一个叫小紫啊。三响啊！他们可以比上去球，赢的有送他1000块啊！哎，赢了1000块，小蓝，好，小紫，来气球来，他还会点头哎！侏罗纪的恐龙要来一炮三响，这只有在我们节目看到了，真的嘞！这我们特别跟电影世界里面借的哈！哇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大家下次加油！哦，来了。嘴巴张开啊！摇起来，摇起来，摇起来！摇得起来吗？好，你落败。
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他们要去猎食，他们要去猎食了。他有1000块可以买东西吃了。这个恐龙真是蛮吸引人的吧？很厉害，是我们青春，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哦。对对，超好玩的。而且恐龙谷，哎，他们这边有恐龙谷，对不对？应该会有更多的恐龙可以看。应该对，小朋友喜欢嘛，多少设施啊，哦，来，最后一组了，冠军赛，冠军赛，赢的有奖金，输的就被恐龙。没有了，赢了4天，2天，输的要做。冠军赛的话要3颗哦。三颗，左手、右手跟。哎呦，他又来了啊！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？你要看冠军赛啊！哇，好大一只哦！有观众，有观众，好嘞，1号、8号来。连恐龙都想看的冠军赛，到底谁能赢得最后胜利呢？啊，有没有恐龙谷的？跑了2只恐龙，给我们加油了哈！对啊，来看戏了啊！预备，1炮3响，准备哈！决赛了，决赛了，加油！是完全不犹豫啊！哎，没得丢毒，叭叭叭！杀你赢的1炮3响嘞，所以叫做菜丑。菜丑，下雨不愁，下雨不愁，菜最丑哈！哎，恭喜冠军，有4000块亚军奖金。来，我们颁奖先颁亚军好了。好。有挺立所提供的2000块亚军啊，谢谢。颁奖，颁奖。来，接下来冠军。4000块。4000块冠军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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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样子哈，没有关系，落败的朋友们、妈妈们，我们还是送小礼物给你们，好不好？那个平常妈妈如果就是在家做家事嘛，啊，那样跑上跑下，哎，担心都阿爱补钙，我们来就换了熊二，维持骨骼的健康，而且呢，在这段期间如果常常宅在家里面啊，晒不到太阳，就要记得补充维生素的 D3，没错，维持肌肉正常生理，这样子才有骨骼加肌肉的双效保护，好不好？来来来。提升灵活度的话呢，就要补充还有 UC2 的保健食品很重要哦。嗯，还有美国、日本多国专利也比较好，1天1小定，好好保养，3个月身体会更溜亮哦。好嘞，妈妈们来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啦，观众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锁住民宿，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